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聊星座。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欢迎你现在就马上订阅我的频道。而如果呢你还没有看2020年的星座运势的话呢，请记得点上面的连结，直接点进去呢，你就会看到十二星座在2020年的星座运势咯。我们接下来聊的是十二星座呢在2020年1月份的星座运势，在此呢先预祝大家2020年都能够一切顺利 ，Happy New Year！ 因为呢，今年的农历新年可以说是来得特别的早、哦，所以在今年的一月底呢，我们就会遇到农历新年。那这一次的这个星座运势内容呢，我们也会提到农历新年的部分，大家可能需要多小心的部分。因为呢，在今年农历新年期间，刚好火星和天王星的这个星象上呢，并不是那么令人觉得开心。也因为这些星象的影响呢，在今年的农历新年里头呢，就会显得比较热闹一点。好，请拿出你的上升星座还有太阳星座，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20年1月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星座呢是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在2020年1月份的星座运势。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的部分。在1月17号到1月31号之间呢，因为水星还有太阳的正能量影响，会让水瓶座的你呢在工作方面呢有着非常良好的表现哦，能够展现你自己的才华还有才能，而且工作的效率还有执行方面呢都非常的顺畅，会让水瓶座你感觉到非常的轻松愉快，在职场当中呢也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哦。在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水瓶座的同学们在这个月里面呢表现大致上是很平稳的，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太负面的星象影响，所以我想期末考呢你应该都可以考得还不错哦。接下来呢是金钱还有财务的部分。那这一整个月对于水瓶座的你来说呢，财运都是非常的良好的哦。在1月1号到1月13号之间呢，因为金星还有这个天王星的这个能量影响哦，会让水瓶座的你呢会有意外之财，所以突然呢可能中奖的机会呢是还蛮高的哦。而从1月14号之后呢，因为金星进入你的金钱宫当中，加上1月24号开始呢又跟这个海王星合相，可以说呢是财运更加大爆发的时间，恭喜水瓶座的朋友们咯。但是呢在这个月里面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啦，在1月18号到1月31号之间，因为金星还有火星四分相的影响，会让水瓶座的朋友们呢比较容易有破财的一个机会哦。特别是到人多的地方的时候，像过年嘛，有时候总是会出去外面走走，在人多的地方呢就比较容易财务被偷的情况发生，所以水瓶座的朋友们呢，如果你去人多的地方要记得看紧自己的财务，才不会有东西遗失的情况哦。那在1月22号到1月31号之间呢，也是水瓶座的朋友们要比较小心的时间点哦。在这段时间当中，你比较容易遇到诈骗集团或是卖假货给你的人，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要看清楚你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而很多诈骗集团呢，可能过年也不会休假啦，他们也希望可以多捞一点嘛。所以呢，水瓶座的你在过年这段期间当中呢，一样要提高警觉，遇到诈骗集团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呢抵抗一下他们的话术哦。接下来呢是桃花运的部分。那对于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呢，在1月1号到1月13号之间呢，因为金星还有天王星的影响，让水瓶座的你呢在这段期间当中其实桃花运还蛮好的、哦、因为你的魅力呢其实非常强烈，可以去吸引到很多不同的对象。那如果你看到某个对象还蛮有兴趣的话，那你只要直接一点和对方互动，也会在对方心中留下还不错的印象，那感情也比较容易会有发展的机会，恭喜你咯。接下来呢是婚姻还有感情的部分。对于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在这个月里面呢，你的感情发展还有婚姻状况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还蛮稳定的状态。而在1月21号到1月29号之间呢，因为这段期间刚好是过年，那因为太阳还有天王星的影响，会让水瓶座的你会有比较强烈的主见，比较容易和长辈顶撞，比较容易对某一些长辈的话觉得不是那么开心啦，所以呢这个会比较直接一点呢，跟长辈吵架的机会会稍微高一点。但是过年嘛，我还是建议以和为贵啦，那水瓶座的你就不要跟长辈计较咯。最后呢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那这个1月里面，因为你的十二宫里面有非常多颗星星，那特别是像木星啊、太阳啊，可能都会带给你一些还蛮强烈的一些影响啦。那通常这种星象呢，往往也代表着水瓶座呢在晚上就静不太下来，会有很多的夜生活。那很多水瓶座的朋友们，因为反正要放假要过年了嘛，所以
会有比较多就是吃喝玩乐啊，晚上跟朋友出去狂欢的情况发生，这其实是蛮好的啦。可是呢，如果你长期或者是经常一个礼拜好几天都是这样狂欢的话，可能呢因为熬夜会导致你的身体状况比较不是那么的好，或者是呢因为饮酒过量喝酒过量呢会有比较伤身的情形哦。所以我会建议水瓶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期间当中，如果你要熬夜狂欢或者是要喝酒的话，都要稍微节制一点，这样对身体会比较好一些哦。而在1月21号到1月29号之间呢，水瓶座的朋友们要小心一点，你在家里面使用一些电器的时候是相对比其他人呢有比较高一些的触电几率，所以在使用电器用品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另外有一些水瓶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期间里面可能是眼睛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那不管说你是被电到或是眼睛真的很不舒服的话，我都建议你尽快去给医生看哦。那地牢星座呢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分享给你喜欢星座的朋友们。谢谢大家，预祝大家在2020年一切顺利，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拜拜。